Kiriman bunga sudah datang. Oh, habis mau tombah kulit.但最贵的那个，它有800多、700多，但那个里面都有猪肉啊，有什么你不能吃啊？这两个都没有猪肉，一个是鸡肉，一个是蘑菇，这两个你都可以吃。我就想说，这样子，要不你每次来只能吃一个，啊，这次两个都可以吃，哦，对不对？Kiriman bunga sudah datang. Tidak ada ruang yang sempit. Tidak ada ruang yang sempit. Tidak ada ruang yang sempit. Tidak ada r Habis mau tombah kulit.来，再一次。笑一下。笑一个，笑一个。哎，好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漂亮的。嗯，我看过了，放这边了。嗯。好。有没有送给阿丽？有有。那这个写什么呢？奶奶。祝您母亲节快乐，孙梦仁、孙媳秋凤。哦。哎。好漂亮哦，今天好漂亮哦。发布的第一个和平宣言。记者连番追问郭台铭解说要发表的和平宣言，不愿回答这尴尬的题目。党中央12号一一致电37位党籍立委，统计下来挺侯派超过20人，挺郭派只有陈玉珍、林思明、傅昆萁还有刘德怀，差距比想象中大。我支持侯市长，我认为他是我们国民党最强的母鸡。说以后多少钱的？啊，以后多少钱？他一个是640，但是买一个送一个，他有一个640，一个630，这样还是640。买一种一个，买一个送一个。那如果说就是我自己去拿，大南路276号，在那边而已。那如果说他送来，买大的送小的，我想不划算了，我就辛苦一点，我走过去了。啊，你如果对他送来，就变那个变小。它是算最贵的那个，它有800多、700多，但那个里面都有猪肉啊，有什么你不能吃啊？这两个都没有猪肉，一个是鸡肉，一个是蘑菇，这两个你都可以吃。我就想说，这样子，要不你每次来只能吃一个，这次两个都可以吃，哦，对不对？
这样两个都可以吃啊。嗯。哦，对啊，六百四，你看六百四，我们四个人吃哈、哦，很便宜。嗯。出去吃，哦，所以说这个可以常常来吃啊，这个很便宜啊，哎、嗯欸，这个常常吃可以、啊。我有一条钓圈，我长得不高，但我会它还是不松口。快传朱立伦会以相关的数据，还有各种考量，跟郭侯两个人讨论。至于三个人一起开会，或是郭侯两个人个别，以及这个会面啊，是不是面对面讨论，还是改用线上的方式？这个现在相关的时间跟时间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差不多这里。左合一大选其实民进党是大败哦，所以台派团体他们就以国际情势跟外交当主轴，开了一场座谈会，来谈论2024大选本土政权可能会终结的隐忧。很少台湾的林立伟会吃辣。说中国介入台湾，有啦，我们那个认知作战有一些的会吃辣，有一些会吃辣。也有学者分析，执政党跟大部分的咱们都不是要转守为攻，做自己的造浪者。这个辣的哦，这个很好吃。他提到一个关键字，认知作战。民进党立委直言，认知战攻击不能闪避，只能面对。学者也分析，明年总统大选已经被操作。那个副手是哪位？大哥们，我们需要向某些奇怪的号称本土政党，对于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还需要开会联谊。民主跟健康，所以政党要。阿咪，你那个。只有猪肉不能吃嘛，对，牛肉可以吃啊。嗯，因为它有的是牛肉的。嗯，牛肉可以啊。但是我要单看牛肉里面它有没有混猪肉，因为它那个。当内人士透露，有什么料它底下会写。嗯。我这样给你看，那底下会写里面有猪肉。嗯。我要看里面有没有猪肉。有人被询问，谁是国民党胜选的人？至于地方县市长的意向，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支持党提名的参选人，不过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接到征询电话。南投县长许淑华证实接到党主席朱立伦的征询电话，他表示会尊重党中央的提名人选，全力补选，没有接到征询电话。但王惠美表示，不管是谁出现，他都全力支持党中央最后提名的参选人。台湾公股银行丑闻持续发酵，继上个月被爆出某公股银行的行长将银行当成了自家金库之后，国民党明代王鸿薇日前再次爆料，有五家公股银行的董事长及总经理巧立名目，每年领取上百万元新台币的津贴。民代王鸿薇表示，过去公股银行高级主管每个月都有台当局补助的房屋津贴。2022年5月1日，台立法机构明令禁止继续发放此项津贴，但有五家公股银行却在遵从立法机构的禁令后，却设立了名为业务津贴的补贴项目。而业务津贴额度与房屋津贴完全相同，王鸿薇就能业务津贴，而且这个津贴的金额一模一样。王鸿薇指出，这几家银行的董事雷仲达先生，他一个月领10万，但这几家银行高层却一直在领取，如今被明令禁止后，又巧立名目，换汤不换药的继续领取，希望财政部门对此进行彻底清查。目前遭指控的几家银行尚未回应。做净水器的品牌很多，但专做净水器的却很少。你要说稀饭呢？嗯，他稀饭，是稀饭。嗯。颜色的水稻勾勒出画布，你看画面当中大家看得很清楚，是两只小鹿正在放风筝。另外呢，在壮族的中央大桥附近呢。Untuk tahun ini perayaan Hari Ibu tak semeriah tahun yang lalu ya teman-teman ya, karena bertepatan kakak ipar keempat itu COVID positif ya, jadinya semuanya pada takut untuk ngumpul. Untuk saat ini itu cuma Pak Bos Gede sama Pak Bos Bujang ya teman-teman ya. Makanya ini pesan pizza biar simpel dan nggak mubazir karena sedikit orang ya.
秉承呢、啊，他对于 NCC 的这个判决啊，对于中天的判决，他说啊，这程序呢是有瑕疵的，法律可以补。爱罚就罚，就说有人检举，然后有委员都认为不对，然后就罚。他们之前都是这样子，好，先说有很多人检举，然后再说我们的开会的时候，咨询委员大家都认为有问题，然后才罚。好，结果呢，到了法院里面，法院里面。Dan aku tadi juga ke toko Indonesia ya teman-teman ya, beli siomay sama bakso. Dan ini untuk siomaynya aku makan ya. Untuk baksonya nanti sore aku makan sama nenek. Karena sudah kenyang ya teman-teman ya. Tapi karena ini perut kenyang tapi mulutnya kepengen mimil, makanya ini siomaynya aku makan. Nah ini Pak Bos sudah selesai makan dan ambil HP ini mau telepon anaknya yang di Amerika ya teman-teman ya. Karena anaknya yang di Amerika itu pesan bunga buat nenek setiap tahunnya dan ini sudah diterima. Bunganya tahun ini cantik banget. Dan alhamdulillah aku sudah kenyang ya teman-teman ya. Dan untuk nenek biar makan sendiri pelan-pelan, aku mau lanjut ke dapur untuk beres-beres. Dan beginilah untuk perayaan Hari Ibu tahun ini ya, karena ada kendala kakak ipar keempat itu COVID positif, jadinya semuanya itu nggak berani ngumpul. Ini cuma Pak Bos gede sama Pak Bos nomor 3 ya. Dan terima kasih buat teman-teman semua yang telah menonton videoku sampai habis dan mensupport channelku ya. Semoga aku dan teman-teman semua selalu dalam lindungan Allah, selalu diberi kesehatan, kelapangan dalam segala urusan, kelancaran rezeki, amin. Jangan lupa berdoa dan bersyukur. W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Sampai jumpa videoku selanjutnya. Bye bye. Nenek wahi bo. Ah, 在忙啊，哎，梦人在忙啊，哎，搬到新家了哦。搬到新家了。哎，今晚梦人搬到新家了哦，跟秋凤搬到新家了哦，这是新的家。这个自己买的呀。哎，秋凤，哎，辛苦了。哎呦，那个家里搬来就好了，不要太整理哦，等。以后再整理能住就好，知道吗？哦，好，慢慢搞啊。对，必要的弄就好了。那个，这个怀孕，然后那个刚生下来这段时间就先简单一点没有关系，先搁着。嗯。哦。好。搁着，身体重要哦，那个慢慢来啊。哦。没有事啊。哎，我们。怎么样？奶奶，那个奶奶重听，我会转给她听。哦，啊、秋凤，问你怎么样，好不好？奶奶好不好？好，奶奶说很好，哎，哦，啊，奶奶要不跟秋凤跟梦人讲什么？两个人好好，小声好好。哦，说两个人好好的，哎，奶奶很客气的。